定。心要静下来。你说。你 action。你在选蛋糕。好，我去。在念书啊。来，现在我们继续检讨2018年统测考题啊，那把你们那个手边教材拿出来。啊，如果你有注意看，是前面录影已经录到 part 5了，我们从 part 6开始来讲一些。啊，我们利用这个统测的考题来替各位复习全部的章节。啊，尤其统测快到了。必定要心要静下来哦。来，我们来看32题，翻开嘛。32题，你看它是从第几章考出来的？第7章，动力学基本定律、定律及应用，从这个章节。所以我们利用这一题帮大家复习静力学，这样 OK 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看32题，2018年统测。统测总动力学考几题啊？20题，从21题考到第40题，总共20题哦。这个是第32题，所以大概从前面的章节，第一章、第二章慢慢这样出来，对不对？这第7章在中间而已啊。好，来，我们看32题说什么？有一个水平圆弧弯道，水平圆弧弯道是水平的，有些弯道会有一个倾角。就像你在过弯的时候，它为了提供你足够的向心力，你才可以顺利转过去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去参加过那个弯赛车啊？没有。好，我参加过。对对对。F1 赛车过道是斜的，速度要很快，对吧？有时候离心力不够的时候，我会飞出去。哎呀，超冷！我的车子不好，我这是第三波时代的车。是保时捷车厂，我那个车子性能不好，有时候我过弯的时候，我速度要达到最大，我看前面的车子都甩尾甩出去。因为我懂机械力学啊，所以我知道我怎么去提供足够的向心力。这时候我就把车门打开，用我的右脚去蹭，这样我车子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我爸爸好几年了，所以各位同学，乱交水啦！那你的脚水要换掉啊！我不会换掉，我只知道我沿路的这个路面被我破坏掉。你们下一次车子在啊，你们会骑机车对不对？你们骑机车要过弯对不对？会压车对不对？当你的离心摩擦力无法提供足够的向心力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那就白了、对，就直接见上，像他自我放弃，过弯过不去就直接飞出去，在空中请你做好许愿。哇呗！我要去见上帝，你就许愿，爸爸妈妈，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车子气太快，我快要死了，他们再过2秒钟我就要死掉。啊！那有力学学得好的同学，像邱耀德学得很好，过弯的时候知道自己快要被甩尾出去了，快要死掉了，就想起黄老师教你的，赶快用你的右脚去蹭那个地面，知道吗？你车子快要甩尾，赶快去右脚蹭地面，车子就回到你的视线上。你讲的是这样知道吗？要蹭哦，他骑脚踏车蹭啊。好，来，地面是水平的，地面摩擦系数是0.4，也就是缪。来，各位同学，缪是0.4哦。哦，摩擦力的公式你要背哦 ，F 等于缪 N 哦 ，N 是什么？正向力哦，正压力哦。一般来说。它是由物重来提供的哦。说怎么那么吵啊？不想念书的，马上让我知道，我马上请你出去站，不要影响我们本班。你让我知道就好了，我不会勉强你。老师也带那个楼下的班级当导师，我都不勉强他。他呛老师，老师
是我在里面听你的，我出去把你干掉。我也不跟他冲突，我就直接记他过。听得懂吗？我不会勉强你哦。好吧，来，我记警告，我用爱。我只记警告，你们刚刚在说，老师，这个威胁你生命安全的，是不是要记小过大过？没有，我只记警告。可以救的，我会比较 care， 我会记比较大。没救的，没救的，我就记警告，听得懂吗？我就放弃。为什么？你刚刚没讲千金哦，我已经讲过了。我觉得你可以救，我就记小过或大过。如果你没有救，不对，我现在解释我的道理给你。还在找一个人，病人心脏刚停掉，病人怎么说？这个病人我很关心他，比如说是流汤，我就会用最好的叶克膜去救他。听得懂吗？我觉得可以救。有一个病人，金先生，凌晨作恶多端，所以病到我救起来，他可能会危害人类，所以病这种药我也会救，但是我不会用叶克膜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用保鲜膜救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同学，像有的同学哈、哦，楼下那个班级对着我的面啊讲，老师啊，管我管太多，我上课就是要玩手机，我上课就是要呛你，你只要踏出校门，你再管我，我就拿刀子剁你死。各位同学，这种同学。你会用价值好几百万的叶克膜救他，还是你会用价值20块的保鲜膜救他？我当然用保鲜膜啊！讲了，听清楚了。来，我看这一题。车子以等速度 v 行驶在此弯道，而不要侧滑哦。各位同学，这个是前视图，车子这样开。过弯，对不对？请问，正常来说，如果离心力太强，也就是摩擦力不够，我车子会直接赔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摩擦力是向内。哎，哎，向内还向外？他跑出去摩擦力要阻止他，所以是向内嘛，对不对？我被赔出去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连下去还是七线上？你把速度七，你把你的速度骑到200，过弯，然后这边抢200，好吧？摩擦力保证向内。所以你帮我提供一个红牌的车子，红牌，我怕。我绝对提供你红牌车子。你把房子卖一卖就红牌。不是，我烧给你。你烧给你。来，摩擦力在这里。来，嘘，好吵哦。来 ，N 叫做正向力，它这个物体哈、哦，我讲 下面的力量是 mg， 对不对？所以正向力是 N 等于 mg。这题要你求，如果过弯能够承受的最大的速度是多少？我速度不要太快。而不会产生侧滑，此时的最大速度是多少？各位同学，哎，那就要做了。来，各位同学，摩擦力是不是提供作为向心力？所以你把这个观念啊，我现在懒得写了，你把这个观念写下来。摩擦力提供作为向心力，向心力叫做 Fn 等于 Man， 这叫向心力哦。由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F 等于 ma， 对不对？只不过这边加了 n， 叫做向心力。摩擦力提供作为向心力，这样OK了。好了，开始做哦。F 是多少？是摩擦力，对不对？
谬，题目告诉你谬是多少，题目告诉你谬是等于 0.4， 所以我写这边号 0.4。 N 是正压力，题目看到了没有，这题没有倾斜哦，所以很简单，它的正向力或叫正压力就是等于物重，就是等于 mg。 题目有没有告诉你 mg 是多少，没有告诉你车子多重，你就直接写 mg， 这样可以吗？这个就是 mu n， 上面这个就是 n， OK 哦， n 就是 mg。 好，再来，这叫摩擦力，摩擦力等于向心力，对不对？向心力 m 是多少，没有告诉你就写 m。 an 叫做向心加速度，该背哦， an 你要背哦， an 等于 r 分之 v 平方。 r 是什么？ r 叫做回转半径，对不对？这一题有没有告诉你弯道半径是多少？有吗？有50哎，这里的 r 是不是弯道半径是不是50？50是什么？50是公尺，所以我写在这边哦。我现在写这个东西就是 an 哈，我现在写这个东西就是 an， r 你就用50哦，50公尺哦。r 分之 v 平方 ，v 就是切线速度。就是这一题你的过弯速度，也就是 v maximum。 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我目前教的这个东西你要背哦，小朋友，如果你不太清楚赶快回去复习第七章，这样知道吗？表示你还有救哦。我会用叶克膜救你还是用保鲜膜救你？保鲜不是叶克膜，刚好这里会做哈，这里就是有等号的叫做方程式，可以解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把 v maxima 求出来哦。 v maxima 你可以求出来是 14.14 公尺除以秒，这样 OK 哦。答案选多少啊？选 C。108年统测题，第32题，答案选 C。啊，我会把它编到第七章啊，怕的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好吧？第七章我们慢慢讲，等以后你们的学弟妹会加入第七章。哎，你们学长要好好表现，好，你们学弟学妹就是看你们表现，学弟学妹会看啊。真的，他就看，哎，那个不是就是陈学长吗？对不对？他表现得很好。那个不是邱学长吗？哎，邱是不是？学弟学妹搞到被我教到没学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都是这样教啊。昨天你教到了吗？哎。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学长也会去看的，哎，这不是就是小莲妹妹吗？